对，不是阿来，你是谁？你在这个宇宙的女朋友严阿来死了，我也就原谅了。来自科技更加发达的另一个宇宙，从黑洞来的。皇上，既然不能将他灭口，严阿来就不能死，面对新星座离开地图。你不属于这里，离开星河。难道你就属于这里吗？我们处理掉他后，就放你走。毁了你的芯片。